好，上次介绍远志，好，远志长这个样子，好，长这个样子，那就算我重复讲，就我们治心脏病还必须要这个远志，好，一种好，啊，龙胆草长这个样子，龙胆草，那是大寒的药，所以肝加肝经湿热的时候，我们会用到龙胆草，所以肝经包括小便，好，我们男人的，我们明明学过针灸了，那个足厥肝经呢是落过。睾丸好，落过阴茎这边，那患小便刺痛都可以用龙胆草啊。哦，那如果遗尿，老人遗尿已经很寒了，你用龙胆草，他遗得更厉害。哦，那这个你就会被岳父开除，岳父年龄比较大，就你给他吃龙胆草。哦，那年轻人啊，小膀胱发炎感染，你可以用龙胆草，因为是热症嘛。哦，这是寒药最基本的动作。好，那你当你中药使用对症。病人会哎，我进步很多，还有代表剂量不够，你手太软，好，那加重这种剂量，那没有关系，这个都没有毒的嘛，好，只是太过了。老师，我现在都弄好了，消炎怎么都不痛了，怎么会开始有一点小便失禁？你太过了嘛，好，好，那没关系，好，我们有很多药可以弥补回来。好，今天开始介绍第41位是细心，这是细心，经方呢，我们用经方家用细心用的非常多。啊、哦，南方呢，温病派说啊，细心不能用，细心有毒，不能用，那就结束了哈、哦，他已经不用了。那我们北方的温经方呢，细心用了很多，张仲景用好几个地方是细心。那经方家认为说，少阴症的头痛是非要用细心来治疗少阴症的头痛。好、哦，我们有六经辨证，好、哦，我们有太阳的头痛、少阳的头痛、阳明的头痛、太阴的头痛、少阴的头痛，少阴的头痛呢，就要靠这个细心。好，细心。那各经的头痛我都会介绍给各位。好，的细心。那这个细心呢，在过去《黄帝内经》，岐伯说细心没有毒的啊，《神农本草经》说细心没有毒的啊。到了本草跟我们说细心大毒。好，好，到了南我不晓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有没有毒？没有毒。好，那细心过去我们用牙齿痛很厉害，我们用细心治牙痛效果也很好。好，生而之阴，你把它拔几根起来。啊，牙齿痛那个有蛀牙，好，那牙每次痛好都在礼拜六晚上，都没有人在那边的时候你开始痛，好，好，那你知道拿细心把它砸，就拿细心这个把它那个劲啊戳烂那个洞，好，你还没找到牙医去补嘛，哈，补牙找西医没有关系，牙医很好，中医过去也有牙医，只是好用那个铅啊，他们用也知道用铝啊什么去补，用金属的去补，对不对？那你可以找西医补牙没关系，但是找不到怎么办？礼拜六晚上你就把细心戳进去。戳在牙那个洞里面，吃扎进去，痛就止掉。好，因为细心有点麻醉的作用，而且细心能够止痛。好，这个是细心，用途非常多。好，好，我们看《本经》《神农本草经》的原文讲这细心的，为心温，好心，而且是温。哦，大家辛辣的胃都是能够有发散的效果。好，所谓脑动，就脑部有痛，好，震动，那。治咳，张仲景，我们用细心来治咳嗽也很多，因为细心可以排水，可以利水。好，肾水，肾脏里面的水，我们讲坎中的阳，肾脏，肾是水脏，啊，那这个水呢，如果说没有热度，没有阳，无阳，就好像一瓶冷水在里面，你不动，它永远千年不会动。但是你如果一加热的时候，它就开始到了一定高温度的时候，它就开始循环了。有温度开始循环，那个温度我们称之为阳。所以那个水肿了，水停在上面，好像就好像一杯水倒下来，水就在下面嘛，上面是空的，下面是湿的。那个人下半通通吸水，上半身没有，口渴的要死，水在下面他喝不到，喝了再多的水，通通积在下面，越喝下面越胀，口还是渴的。哦，代表水里面的阳已经没有了。好，那我们细心是一个其中一种，我们有很多种正发水里面的阳。好，我们有强、中强、小强，这是小强。好，还没有中强，还有大强。好，哦，这是小强。好，那小强南派都已经不用，温病派已经不用细心了。那小强都不用，那我这个细心只是塞塞牙齿，只是痛而已哦。那你细心不敢用，那后面还谈什么？好，细心很凶悍，很凶悍。那在经方里面还是小强哦，还不是中大强、中强哦，我们还有大强啊、哦。
那这个细心由于能够把水气化，所以说水里的阳气会回复，水就开始循环。所以我们很多咳嗽是因为肺里面有积水，这时候我们会用到细心，好，把水排掉。好，那好，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水的阳气回复，开始循环。全身正常人呢，诸位用个不要把它想人想得很复杂，用 common sense 讲，你吐气的时候是不是热气跑出来？你跑到镜子前面吐气，啊，热气对不对？你如果你吐没有热气，你根本是死人或外星人，鬼才会这样子哦，否则一定有热，僵尸没有热气对不对？外星人、人类一定有热气，这个是有没有？有人还有疑问的话，那你也不用学针灸，可以回家了哈、哦。那所以说，我们身上有水，这个水一定是热的，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嘛，全世界人没有疑问。可是西医认为水就是水，他就不去检验水的温度啊，所以他是有验血报告。你有没有听过验水报告啊？验什么水？水不是病。水才是病，我告诉你。中医就是能够把水通水道通调好，让身上没有积，就好像我们这里有一个城市。当你的地上水道非常好，里面有水灾，然后没有脏东西累积在地下水道里面，没有不会滋生那个蚊蝇啊，那个细菌病毒产生，人才会健康嘛，身体也是一样啊。好，所以中医通水，好，通利水道非常的重要，而细心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药。结果呢，那个西医不知道水重要，当然不会想到细心很重要。好、哦，南温病派呢，细心不能要有毒，也不会用细心。你脑筋去想想看，反正细心长的样子。老师啊，这个细心，那个歪七扭八的一大堆根结在这边，就好像水稻一样，对啊，哦，就是像水稻一样，哦，好，因为它的性，它的味是辛味。哦，你看那个字嘛，细，很细的辛味，很辣，哦，细辛，哦，你说老师那个细辛那么好的话，以后我生的小孩啊叫你细辛 ，OK 啊，好，因为他啊这个无所谓哈、哦，这个啊细辛嘛哈，啊、哦、最好用的，那这个药味道还非常的辛烈，哦，所以很凶悍，速度很快，因为很强。所以说我们剂量开始用的时候，小朋友跑出来个子比较小了，啊，我们用1000，好，个子比较大了用2000，2000下去，2000在经方里面已经算是比较重了，不行3000、4000，你放心用上去，你心里很知道他是需要这个药的时候，你加上去，不要怕药菌，不要怕药太强，病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药就是他的补药。我们开大黄是攻坚、攻实、祛实的药。南派听到大黄，忙悄悄逃走了，人就不见了。那大黄用了2000、3000，就说：“哎呀，大黄都不能用了，他们都不要用了。我们用了2000、3000，你都认为很重了。我还用到6000、7000，治疗胰脏癌的便秘的时候，5000、6000都用上去啊。好，那你必须要用，这个时候把大便排出来，是大黄对他来说是补药啊，了解我意思吧？好，以通为补。”哦，了解我是以通为补，不然否则你给他吃补药，吃半天他都便秘，便秘2个礼拜，你还得给他吃补药，越便秘越密，然后就燥气啊，那边那个冲到脑部去，就人神志昏迷啊，啊发狂奔走，那边唱歌衣服脱了，都是你害的，好、哦，都是你，好，那你看细心的主治，好、哦，因为它是温药，所以我们把细心列为一个字，老师细心就是我们所谓的阳药。阳药，以后我会列阳药出来。好、哦，在中医的观念里面，好、哦，阳明啊，阳症，阳明无实症，都没有实症，就到阴的时候才会有实症，阴症出现才会有实症。好、哦，有实症，那我们有阴虚啊，有啊、哦，阴虚，有阴实啊，好、哦，像虚很好治啊，我们要补一下就回来了。难的是实，所以我们要把一定要阳药，阳热的药，把这个实打开来。好，石打开来，我们人命就救回来了。好，那细心就是阳药的一种。主治呢，你看细心是风痛的药，不管那个风痛、头痛、关节痛，通通可以用细心。由于它是热药嘛，温辛辣的药是不是发散横行就是无所不到的意思，对不对？好、哦，它是很横的走。好、哦，没有可以阻挡它，所以风湿一般的身体里面有寒症出现的时候，我们通通可以使用什么细心，
好，那你老是细菌是去水，对不对？那有个人咳嗽很厉害，咳出来就是黄痰，舌苔黄的，他是热咳，你不会用细菌。他是细菌是热药嘛，一定是寒咳你会用细菌。老是这个人咳嗽出来的白痰，比如说也不口渴，一直在咳，然后都是像痰水一样咳出来，有时候没有痰，哦，也不口渴，然后脸色苍白，舌头拿出来也是白的，对不对？哦，这时候就是细菌嘛。好，就是细菌。好、哦、像我们麻烧将军桂五草丸小青龙汤啊、哦、里面就有细菌，对不对？麻黄附子细菌汤都有细菌的齁、哦。所以细菌很好用。那风湿头痛啊齁痹痛啊齁、哦、开窍行水小便排不出来，里面阴比较盛的时候小便排不出来都可以用细菌。齁、哦。那鼻子不闻香臭，你看别路说齁、哦、破痰利水道，记得通通是里面是寒症，我们用细菌。你基本上你一定要知道寒热齁、哦。这个是寒热的药，遇到寒症要用。而细心是阳药，我再回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一再强调，当医生一定要知道阴阳，这个阴阳不单单是用来辨证上面，处方上面也是阴阳，才可以治好病，好、哦，才可以真的治好病。那以后我们得了年底我们上伤寒论的时候，诸位就知道张仲景用的一票都是阳药，好、哦，那到时候我会分析给诸位听，为什么我们用阳药，阴药很少用，滋阴的药很少用。为什么好用我们的临床那个用调变然后用案例解释给大家听大家就懂。好。那真泉说这个可以除牙齿痛对啊牙齿痛。好所以真泉一定牙齿很多很长牙痛嘛他怎么特别写上来好。因为过去的中医没有对象嘛他自己牙痛自己去吃好抓每个抓起来吃吃吃哎吃到这个不痛了这个很好继续。好。那个陶弘景呢口臭好陶弘景有口臭他一定吃这个。那好读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仔细看好其实这是读图嘛。你们读书就是背这个是你读图陶弘景你讲这从此你就记得细菌可以治口臭。可是实际上它就是事实上发生就是这样。好。所以真泉的牙齿一定不好整个肾脏先天不好。好。吴克俭呢这个人呢近代的经方家。好。吴克俭细心主治各种的痛，为什么各种的痛？你不要热痛也给他下细心，懂不懂我意思？但不是你不能说各看了他这样讲有没有错？没有错，看你要怎么样子下定义嘛。好，我现在大便便秘，大便排不出来，小便是黄的，里面肚子很痛，你再给我吃细心下去，好、哦，你如果刚好开处方是你岳母，你就毁了。我跟你讲，那种痛，但是有一种也是痛啊，他寒痛，他那个寒食的便秘不会痛的啊、哦。那如果是寒痛。好、哦、遇到冷的时候痛得很厉害。好我平常冬白天夏天都不痛就是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痛手脚都痛都是要使用细心的。好都是要使用细心。所以当归生姜当归那个四逆汤都有怎么样都会放细心下去。好所以你看后面元素呢好、哦、那个中士呢说治头面风不可缺食像脸部中风啊好都是寒症。好这个寒则说你看脸部外一边好。黄帝内经诸位都学过了。寒则缩对不对热啊则重。啊一个密之边。啊热则重。所以脸抽筋抽起来拉住了寒。细心要不要要用热药好要用寒阳药把它去掉。好。那元素呢已读回来是少阴头痛好那张子豪现在就开始讲了好太阳经痛用姜活姜活跟我们讲的昨天讲的毒活是相同的东西好少阴症呢则细心阳明症是白芷好厥阴症川穹无茱萸好少阳者柴胡好这个陈无极呢也是金好明这个金元的时候的名家他说胆气不足细心补之好这个胆小细菌阳药嘛好伤寒论里面就有麻黄附子细菌汤小青龙汤啊当归四逆汤啊里面都有细菌好。那唐龙川是这个清朝末年的经方家齁那这个细菌呢齁少阴的寒水气齁能够打水中之阳就是能够把简单讲就是他身上太阳经的寒水肾脏是寒水这个水要气化起来细菌就有这个功能好就是功能。好那这是还是小强。好下等一下会不会介绍中强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大强好。好。那小强我刚刚讲过小强南派已经不用了。那还多了后面还有中强大强那病所以病就治不好嘛。好所以大陆很多中医好像
很多的啊，你们去找那个西医去吃药，就是这样子。好，好，那普通呢，用量剂量的时候，五分、三分到一钱，实际上临床的时候，好，你们可以增加，好，增加了三钱、两钱、三钱、四钱、五钱都没有关系。细心到后来吃下去，好，一吃下去的时候，因为细心很菌，它辛辣的味很重，所以四香的麻辣锅，你吃麻辣锅一吃舌头是不是麻掉了？好，你吃麻辣锅舌头麻掉，你不怕？你说，哎，这是麻辣锅，你都不怕？吃细心嘴巴麻掉，那有毒，对不对？其实一样的东西，你了解我意思吧？它没有毒的，那你嘴巴会麻，很多东西都是会让嘴巴麻，芭蕉也会让嘴巴麻。好，当然我们的乌头也会啊，对不对？好，那好，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解嘛？所以为什么药要医生来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用，你不要乱用嘛。你要哪有拿乌头去煮四川麻辣锅，这个也不对，对不对？那我有解，你这个风湿关节痛得很厉害，我们用乌头去解它，那个乌头药下去，那吃了乌头要产生副作用，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它？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来管你是对的嘛？你说对不对？好，好，慢慢你们大家会进入重心哈。《伤寒论》里面有的东西我都会拿出来给你们看，这是《伤寒论》里面经方使用的哈。下一位呢？第42位。啊，这个叫石斛，何无斛，好，石斛。石斛呢是滋阴的药，啊，这个就是温病派就会用了哈，滋阴的药一般都是阴虚的时候使用啊，这个阴虚啊，比如说，哎，这个我医生啊，那个我去检验，说我这个那个精子哈太稀，所以我不没有办法，我太太没办法受孕。阴虚，你知道是吧？虚掉那个阴虚，眼睛看得到的虚掉了，通通是阴；眼睛看不到的虚掉了，通通是阳。比如说，你再看我的手，你看得到我皮肤肌肉看得到的，但是你看不到力量有多少。看不到的是阳，看得到的是阴。哎，肌肉都软，说没有力了，阴虚。能不能我意思？好，哎，力气没了，走路没有力气，阳虚。好，简单讲就是这个，我慢慢我们把概念建立起来哈，因为太多的地方都可以用同样的字来代表。哦，那神农本草经的原文呢，说石斛这个药呢，为肝脾好，补五脏虚劳。一般来说，它阴虚的能够滋阴的药都可以常常吃，没有关系。好，那在经方家来说，这些滋阴的药可以吃，但是都是滋补身体的，真正对于治疗治病效果不大。那我们病后病人虚劳，我们给他吃，对不对？或者病人因为劳而得到了病，我们给他吃。好，治病的时候力量不是很强。好，那性味呢？它是性甘，味甘性平，无毒。好，甘怡的味道，有滋补的功能。那主治呢？它是除热益阴的药，养脾胃啊，好，补虚劳，退虚热。这位。这个滋阴的要退虚的，这是一般温病派的观念。好，经方家呢，我们会用补虚的药跟去热的药合在一起，把虚热去掉，而不是一味药来去虚热。好，慢慢开处方，以后我们开处方，待会大家就会看得到了。好，那我就慢慢提醒你。好，那。别录呢，也是本草，也是一个神那个本经的，好，本草经里面的写专门写本草的，补内厥不足，好，里面虚，里面劳，里面虚劳，好，都可以。好，那真诠呢，男女腰脚酸软，好，没有力量，好，能够补肾，好，毅力增强体力，好。那禁忌呢，这种滋阴的药，好，它的像这种比较温和，好，性平，好，它没有什么很热的性质在里面，你常吃久的话，能够让胃寒大便比较溏泻，好，比较溏泻，好，比较软。那后面的附录有鲜石斛和还有好这个像柴石斛、金钗，好，柴石斛，还有这个川石斛，四川的上面的石斛，好，它的功能稍微有一点不同，诸位可以看。那像我们讲的胃热，像后面讲的这个鲜石斛啊、柴石斛里面讲，底下讲的胃热，好。还有那个胃中大热，你说老师我怎么知道他胃中大热？一般我们看胃热看舌苔，舌苔就是胃气之所在，舌苔。所以我们看很多癌症的病人，那舌头我看看，一看舌苔没了，就是绛红色，没有舌苔，那胃气就跑掉了啊、哦。所以你有点舌苔是很好的，
啊、哦，那舌苔太厚也不行，啊、哦，没有也不行，要一点点，最好的舌苔上面薄薄的一层，啊、哦，薄薄的一层涵盖的很均匀，啊、哦，不要有千疮百孔，因为老是这个人舌苔一大堆洞在上面，地图舌，好、哦，那也不好，那最好是平整而且薄薄细细的一层在上面是最好的，胃气最好的，哈、哦。那如果舌苔比较黄比较厚，那胃气湿热比较重嘛，好、哦，那你吃这个石斛啊什么就很好啊，好，助胃中大热，好、哦，那也可以滋阴降火。小孩子胃热，舌头伸出来看看，好、哦，舌苔比较黏腻，好、哦、腻都是好、哦、这个胃热，好、哦、胃热。那一般来说，胃热的人胃口就很强，就很非常强，好、哦、有时候，那这个诸位都可以用。好，都可以用滋阴的药，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滋阴的药平常都可以吃的哈、哦。你胃如果寒一点，人就比较瘦，好、哦。所以我们讲胃寒的，大部分都是瘦子。所以我们中药，如果说老师你能不能设计个药减肥，当然可以啊，我让你胃寒掉，你就瘦下来啦，对不对？那你胃寒掉，你本来很胖，那肌肉里面的湿很多，我让你胃寒掉，从此把里面肌肉里面的湿，甚至里面肚子里面的湿去掉，就是津液去掉，你就瘦下来了，当然可以啊，怎么好，怎么不可以？好、哦，好，我们会讲到介绍到那些药，好，诸位会看到。好，第43位，我们叫八极天。好，这个，好。这个是石斛，啊，这个看这石斛颜色，啊，黄的，啊，这个是八极天，当然已经切片了，切片了，好，切成小片小片的，啊，诸位可以穿越的看，好，穿越的看，好，看就好了，不要吃下去，好，那个八极天呢，好，是我们壮阳、补肾、壮阳、健骨非常有名的药，好，非常有名的药。那如果吃下去，你没有感觉到这个阳功，这个男性的活力没有增强，你代表拿了买了假八极天了啊、哦？真正的八极天呢，味辛啊，辛、哦、味的比较有点辣啊，味、哦、辛，而且但吃起来有点甜，好、哦、是药性是温性的药，所以心肝好、哦、对，我们叫心肝发散为阳药，所以八极天也是什么啊、哦、阳药，但是张仲景呢，没有用八极天，好、哦、不用八极天。那他大概这个受到某种宗教或怎么样 whatever， 反正他不赞成很补阳齁，补阳补得很强。好，那好，临床上治症我们可以跟诸位介绍，我们有的时候 是需要这样子齁，有肝病的人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的。那八极天呢，好，他的这个温散的力量非常的强，好，心肝发散嘛齁，所以他是温药，而且散的力量、发散的力量非常的强，所以大风邪气，你得到那种重症，哦，都可以。人的虚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补强的人体的体力的时候，都可以用八极天。好、哦，那阴痿不起，就是那个好、哦、不翘不起来了，好、哦、都可以用。那筋强骨安五脏，好、哦，那个这种，那这个产地的四川的八极天最好。好、哦，你看它颜色是黑的。黑的，好，八极天，你看的颜色是黑的，黑的呢入肾啊，入骨入肾啊、哦，所以主治呢，八极天是补气益精的药，好、哦，强筋骨壮元阳治遗精，啊、哦，那你这个如果你说八极天治遗精，好、哦，那个精虚，你吃八极天精会正，哇，量会增加很多啊，可是还是可能还是会再遗哦，好、哦，我们有很多锁阳，很多固阳，你因为你只在壮阳，你壮阳你没有固啊。你忘了去固阳，固阳有固阳的药啊，好、哦，那你只是去撞它，好、哦，那还要加一些固阳的药，好、哦，所以我看话还没讲完，诸位先不要急着吃八极天，好、哦，这没办法，本草就是一味一味的嘛，好、哦，还没介绍到那一点，我怎么办？好、哦，好、哦，那这个别录呢？你看他说不务劳，易经利男子，男人是最好，实际上怎么样？女人是也很好，好、哦，没有关系。我们讲的是补肾固精壮阳的药，女人吃是一样的哦。男人说吃了，哎，我这个不会生气。我们大部分用在不孕上面啊，不孕这个糟糕，这个
三代单传，然后现在又金很寒，又藏了遗金，又是单纯独生子，怎么办？要娶了太太，娶了还不会生，不是太太不行，是孙子不行啊。那个祖父来找你，你怎么办？大王八级天啊，很多我们很多药可以下去让他壮起来，对不对？啊，那你说要不要用？当然要用啊。那如果是发生在太太身上怎么办？太太也可以吃八级天，所以你一锅药煮起来，夫妻两个一起吃，吃完再去睡，好，这样子，啊，这是很有效。啊，哦，很有效，但我会后面还有些药，我们加进去会更有效哈，哦。那好，曾权说：“男子夜梦鬼交谢金。”这一句话，好，大家看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像不晓得怎么解释。诸位记得哈，哦，这个我们可以推演到很多，除了你梦魇，你饿的梦了，噩梦惊醒过来，阳不足、阳虚的人嘛，啊，哦，都会看到阴物。这句话就代表八极天是阳药。阳药的话，你阳不够的人呢，好，常常会见到这种鬼邪的东西。那阳不足，我们可以用八极天来把阳补回来，就看不到这种鬼邪的东西啊，哦。那一般我们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人虚劳，很先天之生下就痨病的，常常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一种人，就在临终之前会看到，好，哦，有人来接引啊什么会看到的哦。那就这个时候，当然你都可以用八极天嘛，哈，哦，我们尽量做嘛。那我们跟他打赌一下，对不对？那个拉锯战一下，好，八极天都可以用。所以这个阵以后你看到，只要是能够那个驱鬼邪，好，能够都是阳药，阳性的药都能够驱鬼邪。也就是说，病人只要告诉你，我看到鬼了，你用八极天；我是做噩梦很多，你也是用八极天。好，你不要把噩梦跟鬼把它分开两件事，好，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好，一样的东西。那当医生一定要活。那书上写见到鬼你要用八几天，那做噩梦你就不知道怎么用，真的我就不晓得怎么教你齁，哦，啊，一样用的齁，哦。那日华本草它就指一切的风。这个风我们有很多治风的药，对不对？好，诸位毒啊、防风啊，很多治风的药都是治风。它说治一切风为什么？就是这个风好，哦，疗水肿。这个风是风水。也就是说这个水肿是因为风气引起来的，是因为理虚我们可以用。所以诸位只要记得，阳虚的人还有身体虚劳的人通通可以用八极天。只要他是阳虚或阳气很虚弱或者是理虚的人，你通通可以用八极天。因为他虚，所以他容易受风嘛，风一吹他就受不了了，哦，风吹得很难过他都可以用八极天，哦好，所以是阳药，八极天的是阳药，阳虚的人通通可以用，好，哦，好，哦，那禁忌，好，哦，禁忌呢，这边呢，禁忌啊，你们记得，这个里面看到很多阳症，实际上是里面是虚火。有虚火的人呢，好，因为他这个本身是阳药，很热的药，那你有虚火的人哈，那你吃下去火会更热、更燥热，好，只此而已。好，那诸位在使用的时候，好，那像你阴经滑经的哈，比如说精子出来很快啊，你循环精子再次很快，滑经的还有。遗精的还有这种阳痿的都可以用八极天。那八极天你除了下药入药，比如说你吃药的时候，好，这个给病人你看他大小，看这个人瘦弱，好，三钱，好，四钱啦，啊，好好，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一般的剂量啦，啊，好，那你如果给自己一两，对吧，好，就是吧，那也不会有事的，好，也不会有事的，好，这个好，这个很强，很强。好，那如果说老师，我给他泡酒，哎，很好啊，泡酒。过去我们泡了米酒里面，好，有药酒，药酒里面你可以加泡八极天在里面，好，泡进去，那个，很好，很那个颜色很好看，因为它药色是黑的嘛。你泡了白酒里面，一下也会变成血红色，很漂亮的颜色，好，颜色又好看，喝起来又很好喝，又壮阳，好，啊，酒又往上走，对不对？好，那是很好的药酒，它材料了，好。那你看螳螂川，好，色紫而根实，能温肝，好，朱雀阴主风脏，所以我一再跟诸位讲，在肝病在缓和的时候，不管它是肝炎，好，肝硬化、肝癌，痿症的时候，我们先去救逆，把水通通排掉，人慢慢开始在病情稳定的时候，在稳定的下，我们一直在补他的肝，补他不抱歉，补他的肾，啊，补他的肾。你看八极天是不是补肾固精的药？但是它是不是就是去肝风？好，哦，它是对肝脏很好，因为水能够生木嘛。好，哦，所以我们保护肝脏的方法，第一个强水，
固肾，所以我常常说大家补点肾，好、哦，一两不见得是一定要太太跟太太怎么样，那是补肾啊，水去生木，木头会长得很好。这个时候你加一些疏肝木的药，好、哦、让肝木不要那么郁闷在那里面，这个时候肝脏功能就会非常好。好、哦，比如说你有药这药在里面，你可以加点柴胡啊，它能够疏肝啊，郁金啊，能够疏肝气啊，好、哦，诸如此类的，好、哦，肝脏就很好。好、哦，那你说平常没事，你可以炖汤吃啊。老师，他苦味不好吃，我不喜欢吃中药，中药丸都没有关系嘛。我们的寒糖68号就这样来的，哦，所以平常就要保养，好、哦，不要重病的时候就麻烦了。好、哦，好，好，诸位看这个44，好、哦，这第44位《本草经》里面呢，它是白英。好、哦，白英呢？这种全草，好、哦，这种药，这个根苗叶通通全草都可以用，味甘性寒。好、哦，那这个我们使用的地方，我们用的不多。好、哦，因为它的这些味甘寒啊，主好、哦、这个消渴啊，补中益气，我们消渴的药非常的多。好、哦，所以白英进士用的比较少。好、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好、哦，人到处都有，不一定要到四川。好、哦，到处都有。但这个药用的不多，好，它是解热的药，如果有个概念就好了，好，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好，那像风疹，好，小儿，因为它是胃肝嘛，肝胃的药性寒，好，还能够去所有的热病，小孩子的风热啊、发烧啊、风疹啊，风疹通通是热症，好，单独啊，通通可以用。好，这个45呢？好、哦，我们叫做石蒿，这个字念蒿。好、哦，石蒿，喝熬蒿，搞。那这个药为肝平，好、哦，也是补中益气，能够让长毛发，能够让那个头发变黑。好、哦，那这种是以水生的最好。好，水生的石膏，这个石蒿，好，石蒿最好。那这种药一般来说，我们开治病的时候，我们都很少用，好，很少用。但是它列在《本草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好，列入《神农本草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好，这个诸位呢，可以开石白蒿，好，这个白蒿可以。滋补一些啊、哦，头发啊，补中益气，这倒都无所谓。滋补的药，平常我们吃这个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些滋补的药，没事啊，炖一些滋补的药，这都可以放进去吃。好、哦，甘平的味道都不苦的哈、哦。这个第46位赤剑，如果你开赤剑出来到药房去，就知道的人不多。啊、哦，但是你如果开天麻，他就知道了。这个原古名叫赤剑，好、哦，这个原名我们叫天麻，天麻，现在今名天麻。这个天麻是驱风的药，好、哦，能够它都辛温，好、哦，那这个有啥鬼物精物啊，好、哦，能够解毒，好、哦，沼气山川里面的沼气。它味辛，辛辣的味道啊，都能够润，啊，辛味能够润，啊，那所以天麻呢，这个是一般来说，我们使用它的是它的根，好、啊，苗叫做赤剑，好、啊，我们就使用是它的根，那主治我们是雀风震筋，好、啊，抽筋的筋，好、啊，那头痛头眩。正抽筋的时候，可能的表面上的病，可能是癫痫，可能是脑瘤，或者是车祸意外撞伤以后发痉。那我们用天麻，好像诸位现在看到那个青藏那个青藏铁路通车以后有藏羚羊，有没有？藏羚羊，那藏羚羊现在是列入保护了，因为以前他们杀的藏羚羊过去为了取它的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戒指毛戒指那个？金，我们戒指的，可能毛很细嘛，用戒指一个戒指穿过去，一
一整张毛从一个戒指穿过去啊，所以很名贵的皮毛。实际上藏羚羊的羚羊角啊是很好的抽止抽筋的药啊，治疗脑瘤啊我们会常常用到羚羊角，那羚羊角止了最好的是藏羚羊，当然有川羚羊。那为什么说这个高山上的羚羊啊脚会抽筋？你想想看嘛，那个它的5000尺以上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羚羊抽筋呢？哦，他有没有看到羚羊高原这昏倒，对不对？那脚还长得很好，角度很强啊、哦。所以一般有钱人是看到羚羊的毛，我们中医是看到羚羊角，那个角可以止奇风止痉啊、哦。那个是动物类的啊、哦，那植物类的药，天麻就是一个啊、哦，我们奇风止痉止抽筋的一个必要啊、哦、的药。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天麻是其中一个。那癫痫好，或者是脑瘤病人有抽筋的现象，我们通常会使用它。好，那这个药性呢是好阳性的药，所以说冷气麻痹好，身手脚冰冷好，通常可以用天麻。好，那助阳气，你看这个鬼界有没有，都是一些好比较奇奇怪怪的，只要长说不出个缘由来，他们就说被鬼弄到，被鬼碰到什么样子好。那补助阳气，补五劳七伤。所以诸位看《本草经》里面很多的很细，你就说记不起来，一点都不要紧张。第一个，书袋里面你可以回头去翻；第二个，你如果把它变成阴阳，变成寒热的时候，你处方就很好处方了。啊，老师，天麻是阳药，好、哦，已经讲完了，对不对？好、哦，你可以开处方。阴症、寒症出现的时候，我们用天麻，好、哦、天麻，好、哦、天麻，好、哦。那你只要记得天麻是要抽筋，好、哦。那过去我们女人呢用天麻很好，女人用天麻的时候、哦、这个可以让女人的那个胸部啊好、哦、变大，然后女人的皮肤变得细、哦、变得很细、哦、本来天麻很便宜，后来就是因为知道了以后，就天麻就比较贵了现在。好、哦。好、哦、因为它能够滋润津液，所以让皮肤变得很好。好、哦。那这个后面呢那个天麻的附助，好，李东环说肝虚不足啊，天麻穿穷，这个，啊、哦，有书上有的，我们就让大家自己去看书就好了，好了哈。好，第47，好，叫做安驴子，安驴子这个药是中医伤科在用的，好，伤科在用的，好，那这个药呢，主活血化瘀，内脏。五脏的出血、撞伤、打伤，好，这个是苦味的药，药很苦，好，47，好，好，这是伤科的药，好，伤主活血化瘀，好，活血化瘀，好，伤科用药，那所有的痛。都可以使用，好，伤科的药在用的时候，诸位内服跟外敷都可以，好，应该泡到药酒里面涂也可以，好，内服也可以，好，那这个性苦，好，苦味的主泻下，好，这个苦味能够坚，好，能够让它虚弱的地方坚硬起来，好，同时呢，这个苦味能够入心脏嘛，好，入心脏，所以能够活血化瘀，好。所以别录说疗心下肩，好，那治跌拉损伤，一般病里面调理用的不多。那老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病人有内有淤血，身上有淤血？很简单，你舌头伸上我看看，好，舌头伸上一看，哎，老师，它上面是个黑痣，淤血。好，有的时候在那边黑黑的，一粒一粒小小的，都是淤血。好，还有呢？脚胫骨小腿拉起来一看，从三阴交的地方一直到这个地基，我们不有三环吗？从地基三阴交这一段，肌肤甲错，皮肤干干的，哈、哦，干剥屑下来，哈、哦，怎么就老是奇怪？我就这一段皮肤好像蛇皮一样，常常蜕皮一样，一块一块的，然后常常白血，就是腹部里面有淤血，腹腔里面有淤血，啊、哦，有淤血。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你如果说病人也会陈述啊，有淤血就会痛啊，好，有痛啊，胸口里面痛啊，好，都会。好，
这个第48味药呢，这叫西蜜子，好，用的不多，好，诸位看看本经原文，到现在认得人也没有什么人认得它，好，诸位参考就可以了，好，我都没有使用过，好，第49味药，我们叫做湿食，好，那个字念湿，好，这个湿呢，第49，他就很好玩，他就故意放了第49位齁，第49位。什么是湿食呢？过去文王易经的时代，我们起课卜卦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筒子齁，因为现在是你看到庙里面筒子是放的竹子做的，以前是放的湿草。湿草呢，它是像稻杆一样直直的齁，直直一根。所以他就剪下来就用这个齁，来卜筮用齁。那因为这个呢，湿草这个它成长的过程很慢，所以有时候300年那个草都不会死啊。我们的草一段时间就死掉，又活了，又新的又出来，300年不会死啊。所以开始很老的草嘛，所以看过很多种人，很多种事情，历史发生的事情。所以过去是这样，他就只有没有他来卜筮查一些事情，他最清楚，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就这样来的。那个草的茎被剪下来卜筮用，那个草的果实就是湿食。这个要这样来的。那过去的我为什么说他故意排个49？因为我们那个窑客那个铅桶里面就是有50根的湿的茎在里面卜筮啦。那掉一根出来 ,49。那掉第一根出来是天，好，我们贴人体，那里面剩49根，那给他写。第49位叫湿食，当过去呢总是希望说跟易经扯上一点关系，神农本草经啊，或者那刚好就放在这边。好，那他湿草那个，你不要去那个卜筮那个，你把那个干那个梗那个茎拿出来煮药了，不是，是那个果实，那个果实你去拿那个果实来，那果实呢是这个可以聪明，让人家有智慧，还有先知，那吃的有没有先知就不知道了。好，那我们《本草经》这样记载嘛，那吃的也不会死，对身体很好倒是真的。好，那他们认为说吃草中之神物，好，补人之心神。好，那你如果觉得说你自己小孩子或者谁哪个是比较白目一点，好，比较笨一点，你就想办法找那个湿食来吃。好，这样，这种是滋补的药，好，张仲景也没有用。那你可以拿来补啊，看吃啊，多吃一点，看看会不会变成先知。好 ，anyway， 它是好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第50，这个我们过去吃灵芝，对，灵芝，灵芝呢，我们青、赤、黄、白、黑，再加上个紫色的紫芝，一共是6种灵芝。那芝类的东西。也是滋补的东西，能够补力气、补心啊、补心肾啊，肝心脾肺肾都有，所以它的滋非青、赤、黄、白、黑，青滋呢补肝嘛，红滋呢补心嘛，白滋嘛补肺嘛，黄滋嘛补脾嘛，黑滋嘛补这个肾，那紫滋嘛，你就看一下筋骨好颜色，吃了以后气色会非常好，对不对？那女孩子久服青春不老，女孩子最喜欢了，好，要年轻，要白，好，不要黑，好，然后这是紫芝，那这些呢，药味都通通是无毒性的，都可以吃，那你可以这个把它磨粉啦，好吃，那至于说，你看中间我们过去药典写的很好玩，你看他说赤芝呢，你看中间他字不忘，记忆力会很强，那黑芝呢，能够冲茶，那你当检察官很聪明去检查，好，脑筋很聪明，好。那青汁呢？人数，你看吃的人很人数，所以你如果是你的岳父脾气不好，你就给他送点青汁给他吃，诸如此类的啊。那有没有效就看个人了，有对身体很好是肯定的。那至于现代的人说，现代的药理学说它可以治疗癌症啊什么样，里面有提炼出来怎么样？那我是姑且听之，因为这个之类的东西，它的药性它是很平和的，药没有办法把因此打开来的药，
哦，那我们怎么这个治？我们在中医理论上治病很难，但是能够确病延年，就是预防生病，能够让身体让你的五脏六腑能够变功能变得强，我承认它有个功能啊、哦，能强化它的脏腑的功能。哎，真的治病，查一段，好、哦，查一段。第51位，好、哦，叫做卷帛。卷帛呢，这个药啊，妇科啊，妇科常常用啊，常常用啊，当然男人也可以用了，但是我们最多用在妇科。好、啊，它另外一个名称叫万岁。好、啊，你看看啊，女人吃的就万岁，好、啊、叫你万岁，你说好不好？好、啊，那它是为心温、心肝发心温的药哈、啊，的发散的力量很强。好、啊，那为心。好、哦，无毒，好、哦、这种，那专门治疗女子阴中寒热，好、哦，这个真假血痹，这种都是子宫瘤、卵巢瘤，或者是那个你的肌瘤、水瘤 whatever， 好、哦，都是血痹绝子，好、哦，不会怀孕生小孩，都可以用卷帛，为什么活血化瘀？因为药性比较温，好、哦，所以说都能够这个生小孩。那如果现在从我们后面不要讲，不要说你还没学到伤寒经，光是前面的黄帝内经、针灸，还有这个本草经，到现在你可以知道，女人如果子宫还是不会怀孕，中医的观念对不对？那如何让子宫热起来就会怀孕？哦，那我们热的方法很多啊，你是灸关元啊，吃卷帛啊，哦，很多很多种药类都可以让它到、哦、温子脏的哈。好、哦哦，那你现在就晓得了，人工受精。那个有没有用？它没有寒热的、啊，硬给你种进去，里面还是寒的，对，照样流嘛。你如果要种可以啊，你种个蜡烛或者是个灯泡或什么样电，让它温热起来，或许有效，对不对？哦，对啊，你要热，你要不要听我们的嘛？啊，我们有中药下去让你子宫热起来啊。你看卷帛对不对？啊，那这个西医实在是很差。好、哦，那主治卷帛。药的生用和熟用，好，你看看生用药性平，主破血通经，所以当你如果月经很每次来有痛经的现象的时候，好，那个小腿从地肌到三阴交这一段肌肤甲错，代表子脏里面有积瘀的时候，扁薄叫生卷薄，开生卷薄，你写处方要写生卷薄，好，如果是自用，用泡制过使用的时候，这个字是火烧过，不一定是用。蜂蜜弄过，只有炙甘草蜂蜜。你烘焙过、烤过以后呢？好，这个就是专门治疗性那个药性就改变了。好，藏风脱肛就有比较温热的效果。好，比较温热的效果。好，好，那这种好通月经、真泉呢、啊？好，唐朝的名医啊，通月经呢、啊？好，治湿痿这种使人传染这种病。好，那这个女人吃的呢？脸上的黑斑啊，很多人很注重脸上的斑嘛，都可以去除哈、啊。所以你如果说那女孩子说老师我脸上很多斑，我怎么去？扁薄嘛，好、哦、都可以用。好、哦，那生用破血，自用止血。好、哦，这个不单单是扁薄，所有的药只要是自用都在止血。好、哦，生用都在活血化瘀破血。好、哦，生用的力量破血力量很强。所以你说老师同样一味药，老师你刚刚不是说他是在供血活血，这在止血，对啊？中药就讲，中药是取它的平衡点，所以补不足去有余的时候，你药一下去的时候，原来是小便不通的通了，原来是小便在凝力的，同样的药就两个都好，啊、哦，两个都好，啊，中药就会有这种现象，啊、哦，那第52味药，啊、哦，《本草经》52。这个呢，有叫做蓝石，啊、哦，如果写蓝石，你开出去药房可能不认得，啊、哦，你要写清代，药房就知道了，啊、哦，清代，啊、哦，清代，颜色就是青的，藏青色，啊、哦，各位看。这个就是天麻，就是赤剑，好，各位可以看。那刚刚讲的卷帛就这个啊，
卷起来了，你看叶子就卷起来的样子的哈。青黛呢，蓝石就是青黛，你看青黛的样子啊，粉啊粉，那会粘身体了，啊会粘身体的啊。那你如果是用这个条条可以画国画，青黛对不对哈？啊，这个是青黛的原样啊原样。那青黛呢，用途很多啊，你可以什么要带在身上身边啊，如果到郊游旅行啊，尤其到大陆去啊，到深山到滇缅那个滇缅那个区域里面，那个瘟疫瘴疫很多，里面毒蛇啊，什么蝎子啊什么哈，都很多，还搞不好还有人传射毒箭，里面还有人射你，对不对？好，我们带一些解毒的药在身上。好，那青黛这个可以吃，可以内服，因为它是粉，诸位刚刚看到是粉的，对不对？那你不要千万不要白目，老师三钱，哇，一大票，对不对？那吃的牙齿都蓝的，好蓝，这整个都蓝的，舌头都蓝的，吃的什么蓝色的青黛？好，其实是五分三分，好，那中药单位的时候这是钱，分的时候像这样子写，这是我们习惯，这是一分、两分、三分这样子。好，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就是一钱、两钱、三钱，好，这是分的单位，分，好，那十分是一钱。啊，十分是一拳，那大概三分五分就好了，加一点点进去，你不要害人哈，吃了然后不敢出门。好，这个蓝屎，好，蓝屎就是清淡。那它是从这个蓝草，好，大青科的蓝草里面蓝叶，好，烘焙干了以后一打，这个只要焙干了一打，你把那个枝叶一拿掉，打碎了就是这个蓝粉，好，非常的质地非常的轻。任何质轻的药，诸位不要开个什么三钱五钱哈，笑死人。三分好就够了，好很多。好，那园艺里面很多人去种，家里面那个园艺那个都有种这个哈蓝石，它的味咸性寒，味道是咸的。好，那这个咸味是不是攻坚的？好，能够软坚，好，咸能够润下。好，那你看这个解热，它是解热。毒药的药哈，解散这个热毒的药，所以说很多蚊虫的咬伤，好，还有小孩子呢头生疮，有没有小孩子生个大结子，头生个疮的那个黄水的流黄龙啊，好，小孩子的单独通通可以用，通通可以外用，好，包括带状疱疹、腰蛇毒、好胸蛇、颈蛇，青黛撒上去，在撒青黛之前呢，好。那个这个胸这个肋骨哈，这是肋骨肚子啊，他的这个老师他这个带子生在这个地方啊，一个圈圈，一个粉红色的，那一粒粒小小的密密麻麻的排起来，好像葡萄一样，粉红色的排过来，那就是蛇毒哦。那你说老师我撒青黛，先等一下撒哈，那你这个钱有头有尾嘛，对不对？你的头尾你揪的，隔江揪一揪它就停住了哦。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里有讲过，直接上去烧。直接烧，就拿你把那个棉花哈，把不要去那个，我们过去是拿蜘蛛网，你不要真的拿蜘蛛网去烧，谁有时间去找蜘蛛网，对不对？你要跟病人说，你等一下，我铲蜘蛛网来给你，那病人出来，病人逃走了，对不对？你那个诊所的干棉花，把它拉一拉，擦那个分开来，很薄，可以透，可以看到你那个薄薄的，对不对？然后上面上一点凡士林，就在这个疱疹上面，然后把棉花轻轻贴上去，打火机啪一点，小心不要烧了皮肤哈，那个棉花不会烧到，是你打火机会烧到，所以你要小心点哈。你知道，好点一点棉花头，嗖，你就看那锁，嗖一下过去，烧完的时候，病人本来就很痛啊，烧也不痛了，除非这个人怕火，我就碰到一个病人怕火，他从小被火烧过，所以他对火很怕，偏偏得个腰蛇毒，我说我要烧，他吓死了，我说你怕火，他说我不怕，你烧我皮肤，可他是很惧怕火，还有这种人都有，啊，那就给我碰到。那你烧过以后呢？青粉、青黛撒上去，对不对？所以你先揪两边，隔江揪各揪个三状五状都没有关系，然后在平面上再烧过，烧过以后青黛粉撒上去，好回家，对不对？那一般南派给他吃龙胆泻肝汤，很多你们那个一般你他到药房他就开那个中医系他毕业的他就开龙胆泻肝汤给你，好，这那我们有龙胆也可以啦，但我们还有别的药都可以治疗腰蛇、颈蛇、胸蛇，治法是一样的，好。那你如果有针灸这样配合的话，效果很快。如果这样烧过再敷清淡，再吃龙胆泻汤，那一个礼五天到一个礼拜就好了。
啊就好。好，那这个平常呢？